哦，我先去跑步了。苦了，没苦，别烦我。几年不见，还真是没长进啊。多大点事儿啊？第一次发现自己不受欢迎？没有，我管他们怎么想，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。 那还是在意呗，弱鸡就是弱鸡。那你什么意思？你很闲吗？忙里抽空来进行一下人道援助。那我还应该谢谢你啊！不客气。你要不要比一次？你不是不服吗？这次保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走啊！